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有这个区组会议，所以外面有摆这个扛板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是礼拜一啊，素食餐。来看一下今天素食吃什么好康的。来，这个汤的话呢是高丽菜汤，里面还加一些豆皮跟猴头菇，还有那个小豆芽，然后这个是荷包蛋，然后这个是黄金嫩豆腐，这个是花椰菜，然后这个是素食的香菇吧，素食的香菇。好，那饭的话剩下一半，好，还够用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幸福企业微餐集团礼拜一的一餐。